所以现在就是白，是一丝白色线，然后这样捆捆捆捆捆，然后边弄边刺，然后呢再铺上一层细细的毛，把它加上圆圆的感觉。如果家里有养过类似仓鼠的东西的话，应该都会记得吧，都会有个小小的饮水的，让它们舔舔舔。我已经做好了。那你伸出天竺鼠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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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小胶囊，不对，这是饮水机。你看这太可爱，好可爱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看图片了，等快专心做事。可爱。总觉得有点好笑。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慢一点。那我要怎么刺？你刚才真的太大力，那针会歪掉。我看一下你的针。对，歪了。啊，我昨天也歪了。你说什么？还没有歪的。没，你可以这样子啊，帮你的天竺鼠搓搓脚。我的天竺鼠真的好恐怖，没有眼睛。继续把它刺好，刺满。你帮我做一个饲料粉吗？有人疯了。我们做了100只天竺鼠车车，这样倒数寒假就过了。不可能100只啦，除非你一天做一只天竺鼠车车，才有可能做100只。再转眼睛，我做下一只了。妹，你看哦。很快，我下一只毛巾纸，毛巾纸要做。哦，幸好幸好，勉强做出了。姐姐，妹妹，你做的是什么？请说一下。对。姐姐，你做的是什么？可以健身几下。我